你告诉我，你为什么瞒着我？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说。灵拓到底是什么病？肌萎缩厕所硬化，我们也叫渐冻症。你看，它可以折叠，一只手就能拎走，这不相当于一个电动车吗？到时候咱们两个一人一辆，怎么样？搞一个。 这不打开怎么喝？不打开怎么喝？一个塑料瓶，软盖。你不打开它根本喝不了，废了！拧不开就瓶盖，人都废了。你不拧开它真的喝不了。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。 H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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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a!